那他们在尼泊尔长期的有一个那个资助儿的一个工作施工啊，他们在黑暗中看见亮光啊，因为那个地方的孩子其实他们很贫穷，他们有些孩子资质很好，但是没有办法受教育啊，所以他们就他们是在这种场合之下，因为他们已经二十年了，我去年年初去的时候啊，是因为其中有个姐妹，她知道我说我要去尼泊尔，这样一直去不成啊。之前我要去尼泊尔都没有去成，啊，去了三次都没去成。她知道，她就问我说：“哎，我这次要去尼泊尔，你要不要去啊？”我说：“好啊，好。”然后我就参加他们那团就去。去以后就发现说，他们去看是资助儿，那些资助儿很多资助儿，然后是有一个牧师啊，他们有一个有一个培训中心，所以这些孩子是孤儿啊，或是说单亲的，他们愿意。献身给主的时候，他就可以在那个地方教育他们，住在那边，给他们吃，给他们住。那长大之后，那就让他们慢慢的教会学习侍奉，啊，那当中也是有。那我们这次去是其中一个孩子长大了，要结婚了，啊，所以我们去就参加一个其中一个重头戏是参加他们的婚礼，然后我们还演了一出水变酒的那个短剧，世界里面水变酒那个婚礼的短剧给他们哈。所以我们蛮开心的，那他们尼泊尔服装，我说哎，我们都去买尼泊尔服装来穿，呵呵，所以那个我就觉得说这次去虽然是不一样的，每次去短宣的内容都不太一样，但是每次去都可以有一些新的收获啊，那自己有一些成长啊，那去的那个德丽莎修女的一个工作站啊。那再来是南海宝轩，就是我刚才提的那个南海宝轩哈。啊，那次是在圣诞节前后，所以我们那天的圣诞节是在一个雪地的营会里面哈。等一下照片上会有哈。我们那个营会是在一个雪地哈。我们去的是一个山区里面下雪的地方，很漂亮。那我才照片回来的时候，他说哇好冷哦哈。我说对，外面很冷，但是里面非常温暖啊，因为里面他们是地热。他们的热气都是从山上来的，而且我们人在里面，大家在一起，有一个主耶稣爱，非常非常温暖哈。好，再来是泰北短宣哈，泰北短宣哈，山区的孤儿院。那这个是泰北短宣，那边有一间孤儿院，啊，那个孤儿院是以前他们在越战留下来的，那个一间孤儿院。那间孤儿院他们收了，我们去的时候说有大概一两百个孩子。那个地方的这个负责的一个牧师就是，我们去听说他常常资源不够，那边的孩子呢，都只有吃稀饭配辣椒，好，所以我们想去看一看啊。那我们也希望说，我们去的时候跟他们一起用餐啊。当然说我们去，我们就带了一些不是去，我带了一些什么鱼松啊，不能带肉松嘛，能带鱼松啊。去过了，那我们去南海那个小高山，啊是七天，啊，那很英顺大顺，去过。下次有机会听你分享，有机会再听你分享啊。好，那是一个孤儿院的探访啊，那没有去办夏令营啊。那次我们去的话，其实我们去是三月，可是在三月份他们已经算是他们夏天了。所以我们三月份去是替他们办的是夏令营，那因为是夏天，所以他们也有放假啊。有些孩子就我们去的时候，其实不像我们之前知道是有那么多一两百个孩子啊，其实是没有那么多。然后因为有的孩子，虽然说是孤儿院，是还是单亲的，他们还是会被其他的亲戚接回去啊，所以人数就没那么多。好，那我们去看家庭，我想说要去家庭探访，那边也是一些什么拉祜族啊，什么其他原住民的一些同胞在那边住，那我们语言不通，那就是靠他们的那些在孤儿院长大一点的孩子带我们去，用他们的语言，然后可以翻译，好，那我们祷告，他就替我们翻译成他们的语言，他们听得懂。然后医院那边有一家，听说有一家医院，我们去看，结果那不是医院，那只是一个叫卫生站。很简单的，生病的时候很简单，去那边有些什么现成的药给你吃而已啊，那并不是医院啊。因为我本身是志工，我在医院当志工，所以我想，哎，我去看看他们医院里面的一些状况哈。
后来发现不是，只是一个医疗站而已，小小的医疗，可是外面看起来很大，可是它里面的硬体很好啦，软体其实是很缺乏的。好，那这个中心内容的保鲜队哈，那这个体验农村生活，关怀农村的家庭，那那个地方的很多就是我们去那一次，正好是他们的一个感恩节大会，所以他会从不同的村落到一个定点来，到一个定点来参加一个聚会。啊，那他们来的时候就是刚才那个我们的会计师的哈，他提说一到的话，大家应该安静的哈，好像在那边等候聚会。不是，他们看都是很热络，因为很久很久没有见面了。对，来大家在，哇，你还在呀？啊，对，就是因为有的是年长嘛。哦，你很久没见了，你还在？我问一下啊。在。对对对，在。我好像等后面有一张照片，都是一些年长的哈。那就是他们看到就非常开心哈。哦，那这个感恩节大会。所以人数会比较多，那这个是哈，在神没有难成的事哈，只要我们有一颗谦卑愿意的心，其实每个人都可以去短宣，都可以去。好，那其实出去的话，神只要你真的是有那个感动，神会带你走任何的道路的。而且以我自己的经验来讲啊，我觉得虽然我身体有时候觉得很累，可是当我出去的时候，我觉得一点都不会累，因为我觉得那就是谁，这是神在托住，是神在做，啊，神在我们里面做，其实我们真的是蛮喜乐的，而且你非常有精神，非常有活力。什么时候会累？回到家以后才会累。所以，对，我是觉得说，所以即使我再累，下次有短宣机会，我还是会去。哈，人家说你都累得这样，你还会去？我说我还是会去，因为我觉得我里面很火热，很喜乐。然后对，这个是一个姐妹她的分享啊，然后这个是牧师的姐妹的分享，然后再来就是祷告啊。那这个我们先跳过去啊，我就分享一些照片。是不是超过时间了？还早。八点还有20到30。好，那是照片哈，我们先照片。那这个是路上教长老教是最，我才刚回来没多久哈。就是三月底的事情，就是那个教会看起来硬体很好啊。那因为那个教会是在做社区关怀的啊，因为他们认为说那边路上教会在那边是靠近二零啊，一边是二零，一边是王宫。陈哲义吗？是。他已经他本来是、本来是，他现在是一个少传道，少传道。少先锋传道。这个少传道是当时那个陈牧师在的时候，他去那边的。那因为陈牧师打下很好的社区基础，所以他就接下来做。啊，那其实他那时候去的时候，他们是没有经费聘他的。对，那可是他就讲说，正好有人奉献了200万给他们做社区。他说：“那我们就先聘你来，等200万用完了，什么时候用完再说吧。”哇！结果他就很有信心，他就去了。去了以后，结果他说神有神的计划，神就把陈牧师就调回台北来了。他已经有新的工作了，所以那边就空缺了，他就接了他的位置。所以说你只要有信心的话，其实神会自己安排，会那个会开路的，对对，万事互相效力嘛。所以那个少年队很年轻啊，就是那个站的队。哦，真的年轻。对，很年轻，他在去年10月才结婚的。对。他当初会来这个地方，他我们去的时候就告诉我们说，你们去看那些奶奶爷爷的时候啊，不要做任何承诺啊，我们去看他们就好啊。他说我当初就是在办活动的时候跟那些孩子说，他们问我说，哥哥你还会再回来吗？还会看我吗？他跟他说我会，因为他答应了这个承诺，所以他后来就想说。神学院毕业以后，想说我跟这些孩子有承诺，我必须要实现我的诺言，所以他才回来。就要告诉我说，你们不要，千万不要给他们做任何承诺，否则的话，你们要跟我一样要回来这边。所以他就讲说，其实他在那边服侍也是很辛苦啊，也是没有什么同工。他旁边的人，有社工啊，有一些安亲班老师，他们会读圣经，啊，会唱诗歌，也会祷告，但是就是不信耶稣。对啊，那他们对于老人家也是非常关心，非常好。
一些老人家叫他说乖宝宝，他是我们的乖宝宝，然后一个叫东关的说这个阿关是我们的乖宝宝，他常常来看我们哈，他替我们办一些福利的那个申请一些福利的设备哈，还有说怎么样去医院就医哈，那给他们那个送餐，老人送餐，但是他就是不信耶稣嘛，是他在教会服务啊，所以我就跟我们团队讲说，我们要为这些人祷告，这些周边的人都是他最得力的助手。如果他们都信了耶稣，是教会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帮助啊！所以我们离开的时候，我就跟每个队员说，我们要为他们这些旁边服侍的人祷告。那他们，我相信他们一定对圣经很认识，对耶稣的，但是就是还不相信他，缺那么临门一脚啊！我们就是祷告，神如何让他们进到教会，真的成为教会的帮助。他们教会聚会的人其实不多，因为长老教会很多都是比较年长，那这些都是比较年轻的，很多是退休老师，他去那边教那些孩子，课后班的孩子。那边的孩子就是学校不要的，因为他是有些状况弱势的，或是有些比较好动的、过动的那些，会影响正常上课的孩子，找学校就不要他了啊，然后就丢给教会，所以教会就开始来承接这些课后班的施工啊。那就是这些老妈妈，我们去看她，原来他们都不来教会的，我们就早上去看她，然后下午就去看她，我们说我们有一个活动哈，那很欢迎你来哈，然后我们跟她说，我明天再来看你，你今天想一想，那明天要不要来，我们再来问你，所以我们就是轮番上阵，就是每次都去看，然后我发现他们也很期待我们去，因为他们很寂寞。他们孩子都不在家，都到北部去工作，因为那边没有什么工作机会，所以他们很期待有人去看他们，所以我们去他们很开心，所以我们就跟他约定说，我们开车来接你们，他说我不方便走路啊，我们来开车来接你们，啊，那你答应了吗？他说，我要跟我孩子讲，好啊，你打电话跟你孩子说，你晚上要来参加这个聚会哦，他说好，那我再打电话，那我们就说好，我们下午再来听你的答案啊，所以就是早上去一次，下午去一次啊。后来他说好啊，他说那我去邀隔壁的去，好啊，那隔壁的可不可以去啊？有办法，我说可以啊。啊，我们就休揪了，等个休揪就来听我们那个晚会，名称叫爱我们的孩子，爱我们的邻舍，好，因为这是他们一个小小的社区哈。真的是去看他哈，就看那个奶奶啊，那个最中间那个穿红衣服，上面两块黑的，那就是他们的社工啊。他非常认真，但是呢，他就是说他还没有信耶稣啊。那可是他诗歌会唱，会祷告，会读圣经，还会读台语圣经，比我们读得好。你看有一天早上说，来陪那些奶奶读圣经，他读台语的话，我们都不会读，习惯念国语啊，然后这个台语都不会读嘛。可是。这个阿关哈，这个社工读得很好，好，那去看人家两个就一起为他祷告，那是我们办的晚会哈，他们请了一个右上角那个是我们请的角，认识，原来过这个，小强，半家流氓，蒋小强，蒋小强，曲折故事，对，是曲折，他讲他从小被霸凌，然后被霸凌，所以呢，他就想说他要比人家强，他就去。当流氓，就被抓啊！之后他遇到耶稣，生命改变，然后就告诉这些孩子说：“你们不要以为你们自己这边是没有用的，因为这些孩子都是被排斥的，没有人要的。你要知道，你只要信耶稣的话，会有还是会有盼望，耶稣会改变生命，像我一样。”啊，所以他就讲他自己生命故事给这些孩子听。那我发现那孩子有的真的很认真在听啊，说只要信耶稣，真的是。是会有盼望，会有希望的，前途是有希望的。你不要认为说，你这样好像没有什么出息，所以其实我觉得感谢主哈。那他来这边，那些孩子看起来都很好动，跑来跑去，但是那边的老师讲说，你看他们在跑来跑去，他们都听到，你问他们，他们都其实答得出来的，只是你看他好像在跑来跑去。好动，事实上他们是听不见的。感谢主。这里打岔一下啊，那个台湾有一个俗语，就是说流氓哈，大多出自于台西啦哈。啊，台西的流氓呢，都出自于这个路上了。所以这里的流氓很多，
所以请这个流氓去讲给他们听、啊，是这样。台西出流氓。他们有一个执事，台西的流氓。他们有一个执事，也是以前也是黑道的。对。然后来信主以后，在教会服侍。对。这么多黑道。对。对，后来真的是，还成他们那地方乡代表。对，就是说他这个生命改变是成为一个很有用的人。好，这是给他也教会一点奉献，我们在那边住他们宿舍啊。好，这就是年轻的传道，这是那个我们活动结束以后，我们一个合照一下啊。好，然后这个仁川的短宣哈，那这是我们住的一个教会哈。啊，这边是我手指的那个是和尚，是结冰的，那是仁川大学里面是结冰的。我指过去是那个，那是河里面是结冰的，那个水是冰的，是冰块的。那有出太阳的，有出太阳，有出太阳，可是温度很低，温度很低。我还以为是水嘞。对呀、啊，我也以为是水。对，那是冰，是冰啊，那是冰，对，所以没有融化，没有融化。会融化吗？会融化，因为有太阳的温度很低，气温很低。酷啊！对，那我们在那边就是出来就要穿很厚的衣服，到屋子里面就要脱掉，因为里面都是暖气，所以很热。我第一天到的时候，我里面都穿了高领，就到了屋子里面，衣服再脱还是脱不掉。那他户外也是零下。对，对，也是零下。我们夏天去的。这个是圣诞节的时候，去年圣诞节的时候。对。这是我们只有四个团员，只有四个团员。那我是台湾的，其他三个是香港的。那这个是这其中有四位是韩国的宣教士，有一个是牧师，他说不能让他们看见，不能让看见他们的脸，因为那个要保护他们，所以我们用拍侧面。那他们就是我们说，去陪他们读圣经，我们想啊，糟糕，我们听不懂那个韩文呢，哈，啊，我们想好，那就去陪伴嘛，去陪伴。好，那个传道说，我们今天去跟那个韩国牧师、韩国传道他们，读圣经，他们里面有好几个是两三个都是宣教士。跟我很像，他们都讲中文。韩国教会不是也很复兴吗？中文很复兴，但是韩国教会，他们很有阶级。阶级？对，他们有阶级。什么叫阶级？就是说，他们牧师啊，那个就一层一层的，就是你要看到牧师，你要很尊敬的，就是要完全顺服他们所说的话。所以中国的留学生到那边去是不习惯的。他不习惯唱教，是因为有小组的关系，还是民族性？就是民族性，民族性对，对，他们有权威了。台湾的比较客气。所以中国留学生在那个地方是没有很不容易聚会，所以才会有团契。那我们去的话，就是在他们的那个传道，我们去的那个宣教士的家，开放成他们学生团契的一个地方。那因为这个宣教士他在那边也加入他们教会，要跟那边的牧者他们一起聚会，所以常常被那个牧者念说，啊，你带的学生怎么都不来我们的聚会？那其实他说现在的孩子啊，以前的留学生是很辛苦的，他们是真的去学的，现在还是有钱人才会出国的，所以他们这些孩子去都是很生活很优越很幽默的。那晚上的话就是也是一样很晚才睡觉，礼拜天早上是起不来的，所以他们的聚会是在下午举办，所以就被那个韩国的牧师就常常念这个宣教士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子？聚会应该一大早的聚会，为什么下午才聚会？所以就常常有些责难。可是他说叫这些孩子去他那边聚会，他们又不愿意去，他们还是这边比较温暖，比较亲切。那再来是，虽然他们都在韩国，有的是硕士班，有的是博士班，有的是大专，可是他们都懂韩文，也都听得懂，会说，可是他们就是不喜欢去那边，他们宁可来他们那个宣教士家一个小小团契。那我们去那边是做气球，做一些那个气球的造型。那为什么要做这个？是他们希望说能够邀请学校的同学，来这边参加他们的团契，团契就是给他们
一开始就是大家一起聚会嘛，哈，然后聊聊天，吃吃东西，然后做做游戏，啊，让他们慢慢对对方熟悉，然后再用圣经来教导他们。所以一开始是有些福音义工的。那我们做这些都是吸引他们，说你们来参加这边，要玩一个游戏叫狼人杀，很多桌游，一个很他们在那边很流行的叫狼人杀的游戏。这个狼人杀游戏是桌游啊，就是一些牌，然后你去就是说一个村子里面出现了一只狼。啊，这只狼就是每天晚上会出来杀人，啊，那第二天早上就会有人死掉。然后，但是有个女巫，啊，就是这些角色里面有女巫，这女巫可以知道说谁是那匹狼，啊，然后就要把它可以把它杀掉，啊。那还有一个预言家可以预测大概你们这些人呢，谁是那个好人坏人，还有很多的村民啊，就说村民是好人，啊，狼人就是坏人。对，好人坏人啊，就是大概有十几个人可以一起玩这个游戏的啊，他们就这个游戏非常热门。他们说，哎，今天到团契来啊，我们要玩狼人杀，啊，玩完以后会有小礼物哦，啊，我就送这些这气球啊，所以我们就前几天就做了很多气球啊，教他们做气球，做了一堆气球，啊，好，下一张，好，那这个是我们在那边营会的时候，啊，到了营会，哇，都是雪啊。那因为我们看一部电影叫《心灵小屋》，我想有人看过，对，好，《心灵小屋》那个主角啊，他最后是学到饶恕的功课，饶恕功课学完以后，他生命整个重生，否则的话他是应该死掉的啊。但后来看到最后，我才知道那个影片最后是他原来发生那场车祸时他就应该死掉的，可是他没有死，因为他碰到了耶稣。啊，三位一体的耶稣，在那个里面的耶稣还圣父、圣子、圣灵用三个人不同人物来代表，啊，然后就跟他讲了很多话，带他去看他小时候，父亲，他小时候被父亲虐待，啊，所以他学校里面有一些不平衡的，有些苦读的，但他自己长大之后，啊，他成家之后，啊，在还没有发生事情之前，他是应该看起来是很幸福美满的一个家庭，啊，孩子也幸福，啊，夫妻都很好，可是当有一次他们出去旅游的时候，他的最小的女儿被人家抓走，被杀掉了。他开始整个剧情就开始急转直下，然后他开始要想要报复，想要怎么样去找这个凶手，可是当他后来，他自己要去发生地点那个地方去找凶手，他开了一部大卡车，可发了车，发生车祸，当场他应该死掉，可是没有死。就是后来遇见了耶稣，所以这个整个剧情，我们看完之后其实很沉闷的。看完之后我们要做分享，哎，结果我们当中有一个学生就说，他出去我们营会外面看，他说他发现了一间小屋，然后说带我们去看啊，然后我们就跟他去找小屋，就在小屋的旁边有一个那个宣教士的坟墓，就是对，所以我们就看，哇，真的是。看到这场景，想到我们看到那个真的小屋，真的是一个小屋，就是一栋小屋，那是宣教士住的。然后他死了，他的坟墓就在他旁边。那这个屋子目前是空的，是空的。好，很有意思，很有意思，对，很有意思。所以我会特别把它抛出来。好，下一张。好，那这是我们营地，很漂亮啊，场景很漂亮，都是雪啊，啊。对啊，当我把这个照片拍回来台湾的时候，大家都说哇，好棒哦，是好冷哦。嗯，好，那就是我们师徒，那再来是奇经的，刚刚奇经转学，啊，这是海边哈，好，那我们也办了一个水当当的一个晚会，好，我们请了一个讲员，他来讲，水当当啊，就讲，其实我们是讲说我们的人生哈，要健康。要健康啊，要健对。那原来是这个讲员，她是一个做化妆品的一个姐妹。那我们是说那个地方其实是蛮弱势、蛮贫穷的，根本买不起化妆品，你就不要做这方面的一个推销之类的哈。所以他就讲说，那我们人家要美呀，要水呀，啊，要水当当，要怎么办啊？要从生命去美出来。好，从神的话语中去让我们的心灵充满了那个仁慈仁爱，那种变化，那个美要从里面出来啊，所以是一个水当当的一个晚会这样的。好，那这是我们的那个陈根哈，陈根。
每天都会成根的啊。这是一个姐妹，她坐在那边哈。每一次我们去都有属灵的征战，都有属灵的。那这次是这个姐妹觉得不舒服、头痛啊，那她要上台分享。嗯。后来她就说她很不舒服，然后我说好，我们一起跪起来，我们要祷告。啊，每一次去我们会发生那种事情，有一次是在我自己身上。那次是在那个葵辉的时候，那次是我跟尹哥讲说，我忽然觉得说我没有办法安静，很乱很乱，整个心整个头很乱。我跟尹哥说，我觉得 我需要祷告。那尹哥就过来就按着我身上说，对，他感觉到里面有不平安的灵啊，我有祷告。然后我们回去的时候，我们整车都唱诗歌，我们大声唱诗歌。其实我很大声唱诗歌是可以把那些不好的东西赶走的。整车从头唱到尾，唱到我回住宿的地方，哎，就好了，就没事了，我可以再次恢复，真的可以安静，可以有个比较清晰的一个思考的方向啊。所以那次我真的是经历到，哦，原来，属灵征战是很真实的啊，很真实，而且在那种乡下地方，在那个原乡的地方，有很多那个祖灵的，他们祖灵崇拜，他们虽然信耶稣，他们还有很多祖灵崇拜啊。所以就是每次去我们都要洁净祷告，好，都要去的时候都要为那地先做一个那个先去行军祷告，好，在我们的每次去原乡的时候，我们都要一到的时候，我们先去行军祷告，好，我们全部走在路上，我们一边走边祷告，为自己祷告，啊，我们脚掌所踏之地，求神赐给我们。每一次我们来，每一次走，都求神保守，保血遮盖我们，洁净我们。那这是大南澳，哦，那这我们去乡村哈，你看，就问他们怎么那个跟他们的农民在谈话，跟他们种些什么，怎么种法。那这个是一个姐妹，那我们因为是中信去嘛，啊，都会发一些中信的月刊嘛，给他们就是里面有些见证，我们可以用中信来做传福音的工具。好，那是在学校。那这次是我们非常特别，是，有一个弟兄，他我们早上出去要吃早餐的时候，碰到等红绿灯碰到一个人，他就跟他聊天。原来他是一个大南澳那个中学的老师，我问他说啊，你们是老师，那请问学校学生多少啊？什么状况啊？他讲说那边的学生，都没有什么盼望，他们很容易自残，好，自己伤害自己，他们认为他们的前途没有盼望。不知道做什么，而且在原乡地方很多都是当地没有什么出路的，没有什么工作机会的，必须要到大城市去。那他们要去的话，有时候还要顾虑家人啊，所以他们就觉得说他们在那边不想做什么啊，那就是很多对自己是完全放弃。所以那因为这样，所以我们在那天的晨更，那吃早餐的时候碰到的是什么？晨更的时候我们就说我们一起祷告，是不是？我们有机会进到校园去。那这是校园是一般不容易打开的，那我们就祷告。那正好碰到那个校长，啊，校长就说可以，当天下午有一个班会的时间，你们就用的时间你们进来，啊，我们就进去。那这是一个那个徐明德牧师，啊，那徐牧师他对福音非常非常的热忱。没有传福音的负担，而且他非常，他在印尼宣教15年，所以他有很多很多实际的经验啊。那他在讲的时候，他会用故事，用故事，然后带出来整个圣经的架构啊。那神救我们啊，我们有为这位神，他会有愿意为我们死，我们只要愿意接受他，其实我们是可以翻转我们自己里面的生命。再来是内蒙古宝训哈，那我们要快点。好，那这就是那个当地的状况。这个是他们的那个吃饭，老人家就吃掉了，是蛮多的。哇，都是我们吃，然后一起这样吃的。好，那这是我们去一个茶馆吃。好，那就是尼泊尔。那我们去尼泊尔就是这样山区，因为刚刚大地震之后，很多地方都是。那这是我们去那个德雷莎全岛工作站，工作站，去
顺便看一下老人家，而且我们到一个地震地区一个山区，去那边给他们一看。啊，这是他们的那些抚养，就是他们资助的孩子，资助的孩子。大锅饭。那边就是那边的妇女哈，要背石头。那就是山都是这样，其实是斜度蛮大的。嗯。啊，这是我最后的要离开之前一个烛光晚会，啊，那个是，对啊，那改变世界不是一个人做很多事哈，是每个人都做一点点啊，宣教使命有一份吗？其实每个人都是一片拼图啊，我们如果可以拼起来的话，其实可以拼到世界各地去。阿门。阿门。谢谢。接下来那个玉妹姐哈，她不方便讲的了，但是这里我很快讲啊，她得过志工金钻奖、金牌奖、赤心奖、志愿服务奖章、德心奖。啊 ，GEO 家庭志工奖，啊，官方医院志工队天使奖，所以你看他家里奖牌啊，都摆不下了，啊，要买一个房子来放，这个得到很多，因为他很投入哈，啊，所有的，所以这个地方不方便哈，我想我还是帮他讲一下哈，啊，因为说实在，如果没有先生支持哈，啊，真的不容易，这不可能啊，因为他们夫妻非常的一个恩爱。那么先生呢，跟太太啊，真的是同心在宣教路上。宣教不能一个哎，就是一个人去也是一个家庭哎，因为你要有后方要有祷告啊，你不能祷告，你遇到很多征战哎。对。我刚刚讲了，我们遇到很多太多征战的，所以感谢主啊，那一句很重要，就是说一个人要为主奉献一年啊，为主奉献一年啊，去当兵呢，啊。犹太人就是这样。原来是真的要当兵哦，当军人哦。那我觉得我们是应该为主哈，这个奉献摆上，成为一个宣教的一个尖兵。那宣教有很多了，台湾现在也都宣教，比如说那个陈宏斌啊，之前来的，他在七月我们就结合了澳洲墨尔本有很多的那个搀扶的一个牧师要来台湾。啊，那我们已经找到地方了，要怎么去做，在为台湾为一些偏乡来煮给他们吃，这个就已经谈前几天都谈好了，那这也是就是说，跨国啊，那最近也有人想说，我能不能去到其他国家呢？还是一样，很多人想要参与哈，那台湾照样有很多哦，比如说你可以参加那个陆家有很多的医疗团队，都很多哈。好，我们开放一个问题啊。来，小姐，你这样算问题才可以哦，不然的话又要变成下一个问题喽。我是陆家的会员。啊，那这个不算问题啦。我就讲陆家，我就讲。我是陆家的执委。啊，来，我唯一不是医生当那个执委的，唯一的哈。那这个要去宣教需要一些培训。哦，来，宣教需要培训吗？还是说去就去的？去就去。你站过来一点。要不要训练？其实每一次宣教都需要事先培训的。我们要去用什么样的服务工具书啊？那我们最简单就是用那个无字天书嘛。无字天书就是黑色、绿色、绿色、白色、绿色、绿色、白色、金色、黄色、红色。啊，那它是穿插的。啊，那我们通常是给他看，反正是。你就给他看嘛，翻给他看，这是颜色，然后红色，红色你想到什么？也是去这个方法，对，黑色想到什么？黑色，对，然后你要黑色要到白色，白色是然后圣洁啊，白色很喜欢，然后要经过什么？要经过红色，好，给他看黑色，然后经过红色到白色，就是很简单，就是你自己有一些圣经节啊，然后你有一些跟他们对话的一个方式，然后讲说红色。大喜啊，然后你怎么突然想到说，什么是红色？苹果红色啊，红色。那最后来雪啊，雪是红色啊。那耶稣有宝血啊，那你的罪要经过耶稣宝血就可以白色洗干净，就简单的跟他谈。那但是我们要配合就是圣洁啊，然后还有就是那个叫什么满福宝，满福宝里面是有很多是你可以跟他祝福的，身体方面的，然后健康方面的，或是其他疾病，他们有一篇一篇的。你可以照着念，啊，念完就是念给他听讲，然后最后问他，你要不要信耶稣？跟他做这个决策。他如果说，不要没有关系啊，
我就为你祝福祷告。其实这是需要有一些装备的。那当然说，愿意的心是第一点，因为只要愿意的话，其实任何装备你都可以接受。嗯。金惠的一个一个来，来一个。他韩国尼泊尔，那本身那个语言呢、啊？哦，对，语言是一个问题，所以我这次去韩国，我就看说我的对象，我们去的对象是中国留学生 ，OK， 这个可以，因为留学生的语言会通，所以我就敢去。啊，那当然说他会讲一些韩文的哈、啊，那韩文至少说我们有人可以翻译，因为是那边的学生嘛，他中文、韩文都懂，所以他可以翻译。像尼泊尔的话是用英文，啊，用英文对话就可以。来，苏小妹一样的妹子。金惠来也有没有一个基金会的支持？没有，都是我们自费的。自费，我们都自费。有省会运费，在不同地方，比如说中信就会。中信有些补助。有些补助。下一次你要去哪里？我跟你去。下一次还在祷告中，陆家有啊，这个陆家没有，陆家自己陆家没有。玉妹姐哦，她要去哪里以前她是祷告哦，所以不轻易了，因为有时候太率性，自己遇到征战也不好了。对，我都会先祷告。尤其去的地方是偏乡，去的地方是原乡，去的地方是祖灵的祭的哦，这个。这个有时候自己会被搅扰嘞，对，都会被搅扰。像尼泊尔就是你的那个厕所就是挖个洞而已啊。外蒙也是啊，去外面，对啊，蒙古包外面啊。对啊，就是挖个洞，然后它旁边是了不起，有些那个他们有的向日葵，向日葵的有没有围起来的？有的有围了，他我不用什么围，用什么麦秆啊，那向日葵秆就这样插旁边而已啊。然后想在尾的时候就不用出去了，有时候是没办法想这个的。对啊，那就是他们冰箱外面是冰箱，屋子里面是有那个炕的，睡炕的啊，就是他们是热的啊。那厕所是在外面，那晚上出来上厕所都很困难的，还要拿手电筒哈，还要披大衣的，然后就是一个坑在那边，你要小心一点。对啊，那都是你必须要去面对，而且你要去克服的。是啊，当代历史现在还这么多，不晓得，我已经好多年没去。那我们去内蒙那次就是很感谢，我们去的时候都是太阳，白天都是太阳，晚上很冷。那我们回来那一天，第二天开始下了15年来最大的雪，下雪，冰封了黄土，然后两个月那个雪都没有化。那个牧师讲说，感谢主，你们提早一天走，如果晚一天的话，你们不要走了。走不了，等两天你要穿几件棉袄。我们去的时候是神把那个雪挡住了，用太阳迎接我们。用太阳迎接我们。很多奇。对啊，我们一走，沙漠15年最大的雪，从来没有这么大的雪。是那个内蒙古。常有时候一不小心遇到沙尘暴。内蒙古哪里？是哪里？是哦，内蒙古哪里啊？内蒙古有一个核桃吗？包头好像。银什么？那个什么？包头啊？有一个村落不是？哈尔汗村。对，不是。因为他说叫我们不能露出那个村子的名称，因为那个地点不是说村子名称吗？对，他说那个地点是呼什么尔汗的？呼伦贝尔。不是，忘掉了。我忘掉了，因为他叫我们不要讲那个名称。因为我们回来之后，听说那个牧师被钉烧钉上。哦哟。对，因为我们都有手那个生面孔，一进去他们都知道啊。啊，对呀，对呀，生面孔进去都知道。他们里面都是认识的人啊，人不多啊。你们这些同党的就会被钉上。那我们走一走，听说那牧师被钉上。后来那牧师回台湾来，他有一个训练一个传道人在里面，听说那传道人也被钉上。哦。很危险的。很危险。对，今年宗教法有多么恐怖啊！对啊，今年宗教法最严格哦，宗教啊，宗教法，宗教有没有好一点？有没有严重一点？不是好，更严重啊！它是第一种叫做约束了，是好了，但是事实上是不好了。对，都是为了管理嘛。对基督徒是很不好的，管制。对，是管制，不是管理的。管制。好，还有没有问问题的？那希望就是说，真的是有我们主动去打听哪里有宣教的哈，为主当兵真的是非常好。Okay, 那说实在，
我们要传福音给外面听嘛，对不对？对那要传给这些瞎眼的瘸腿的这是神给我们大使命。那希望我们基督徒不要糊里糊涂啊，这个要只为自己啊，为主当兵，真的会遇到很多难处，甚至交通的问题的，甚至生命的问题都可能。长宣一定要，我想那上次那个玉梅姐她去南韩就要写下那个叫什么状，生死状嘛，那个叫玉什么了？千结什么？千结书。就是南韩哦，对，关南韩哦。啊，北韩呢？北韩北韩出去了。北韩北韩被我们改去北韩被那个枪毙去。所以那个要写那个就等于生命那个生死状就对了啦。被犬绝了，你也太可爱了，犬绝了，哇，那不要命了，真的很犬绝。对，到夏季那些都不能带，要放在那个鸭绿酱旁边，推荐。原来是犬绝，带去北韩。好，感谢主哈，来，我们把荣耀归给主，来，掌声谢谢我们玉梅姐，还有为她的一个阿拉达小女生了哈，支持的哈，那个国庆黄国庆哈，那个国庆哥啊，那他。国庆哥很有意思，每次玉梅家出去都出一些难题哈。这个上次封了好几针，另外又身体又有出状况哈。那昨天他要来的时候，昨天又在山上迷路了。那如果真的是出问题哦，今天也不能来。先机眼哈。在绕了三小时吗？快四个小时。这正常的哈，因为那个。很多人就是这样，不是只有我们国庆哥的问题哦，所以我们要随时警醒，随时小心任何人啊，任何人啊，任何人，我自己都曾经哦，类似鬼打墙绕不出来的，我自己都有啊，绕了半天怎么还在这个地方啊？哦，出什么问题啊？好，感谢主啊，对，这就是类似鬼打墙那样啦，就昨天嘛啊，那因为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这个遮盖跟支持的一个爸爸啊，所以他是一个很好的祷告啊。好，我们接下来要背圣经，师母也要背好今天，好，那师母应该上个礼拜可以的，这个礼拜你打头阵了。好，好，来师母先 ，OK。哎，师母你先好了哈，你要背哪里？我比较老，对，先背这个以赛亚书，44:2121-28哈。好，那师母你就直接来背哈，那。这个我们先看手机，等一下我来开电脑啊。先看手机，看背哪边？看手机。以赛亚书44:21-28啊，21-28啊。好，大家手机打开一下哈。好。以赛亚书哦，雅各以色列啊，你是我的仆人，要纪念这些事。以色列啊，你是我的仆人。我造作你，并不忘记你。我涂抹了你的过犯，如厚云消散；我涂抹了你的罪孽，如薄云灭没。你当归向我，因为我救赎了你。诸天啊，应当歌唱，因为耶和华做成这事。地的深处啊，应当欢乐，众山应当发声歌唱，树林和其中的树也当如此，因为耶和华救赎了雅各，必要以以色列荣耀自己。从你出胎造就你的救赎主耶和华如此说，我耶和华是创造万物的，是独自铺张诸天，铺开大地的，使说假话的。谁与我同在？什么？谁能与我同在呢？哈。那只说假话的兆头失效，使占卜的癫狂，使智慧人退后，使他的知识变为愚拙，使我仆人的话语坚定，我使者的谋算成就。
论到耶路撒冷说必有人居住，论到以色列的诚意说必被建立，我也要举起荒废之城，这句我也要，其中的荒场我也必建立，对深渊说干了吧，我也要使江河干枯，我也要使你的江河干枯。论古列说你是我的牧人，必要成就我所喜悦的事，下令建造耶路撒冷，发命立稳圣殿的根基。好，谢谢谢谢谢谢，好，赞赞赞。我们的网络又连不上那个热点，所以你只要换我的电脑。好了，接下来师母今天背哪里呢？希伯来书十一章。希伯来书十一章哈，那请大家还是要先看手机里面的圣经哈。来，我们应该给他们掌声嘞哈。好。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一节开始，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古人在这信上做了美好的证据。我们因信知道，就知道这世界是借着神话造成的。这样，所未见的事，所看见的事，并不是显然之物造出来的。亚伯因着信，亚伯因着信献以神。亚伯因着信献祭以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因此就得了称义的见证。就是神指着他的礼物所做的所做见证。他虽然死了，却因信仍旧说话。以诺因着信被接去，不知已见时，人也找不着他，因为神已经把他接去。只是他被接去以先，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挪亚因着信既蒙神只是未见的事，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出去的时候，就蒙召出去就遵命，就遵命而去，遵命出去。就遵命出去，往将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与那同盟，与那同一个应许的，雅各以撒是吧？以撒雅各一样，因为他们等候一座有根基的城，这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
因着信连莎拉自己虽然已经过了生育的岁数还能够怀孕，因他以为那应许他的是可信的，所以恍惚，所以从一个恍惚一个已死的人就生出子孙来，像天上的星那样众多，海边的沙那样那样无数。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但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他们，又承认他们在世上是做客旅，是寄居的。说这样话的人是承认，是表明他们要寻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离开，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但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先到这里。好，谢谢谢谢。要位置要让我过，小心绳子，我这不是跳绳吗？跳绳，这个一拉起来。师母小心，有跳绳。好，感谢主，因为师母是推展这个背圣经的，所以很多人就这叫为背圣经，他很勇敢，所以我们觉得我们会计说就是要给他更多的机会哈。来，接下来我们请夏莲姐哈，这个是前年度的总冠军啊，等一下那个你们有责任哦，要抽背哦，也不是抽背你们，是抽背。现在今天背哪里？启示录第五章。启示录第五章啊。不是啊，我厉害。你也可以。你也可以哦。启示录第，启示录哎，好厉害哦！大家都厉害。好，可以的。我看见住宝座的右手中有书卷，以外都写着字，用漆印封严了。我又看见一位大力的天使。大声喊着说：“有谁可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漆印呢？”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没有人展开能观看那书卷，因为没有配展开、配观看那书卷的，我就大哭。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不要哭，看哪，有那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